接下来播放的电影是《金马六十凝聚众人，直奔未来》。电影快开始咯，金马厅的观众请尽速入场。哎呦，好险我赶上了。哎，对，有吗？63排60号。好，谢谢。啊，你要撕票吗？好，谢谢。哇塞，哎，我真的期待这部电影超久了耶。哎，你们也很期待对不对？哎，是不是？哦，你们都好早就入座了。哎，记得哦，有拿手机的哦，要关震动或是静音哦。哎，两个意思一样哦。关机也可以啦，嗨！因为听说啊，今天这部电影有超级多大咖在演的，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观，要开始了吗？好期待哦！哇！你在听500的歌哈、哦？我在听司马光的故事。师姐。大笨蛋。为什么进去学姐？哎，哪一届的？你是忘记了还是？祝你一路顺风，半夜失踪，遇到台风啊，掉入。在演什么？妈咪咩嚟噶？呢个系电影啊！什么电影？
这什么电影？这是一部拍了60年的电影，还在继续拍。会一直拍下去的。谢谢为金马六十揭开序幕的每一位电影人：柯伟林、袁李林、刘俊谦、许光汉、王静。林柏宏、刘冠廷、桂纶镁、张震、陈淑芳。宋云桦、范少勋、王宇轩、朱轩阳、陈泽耀。杜笃之、杨贵妹、李康生、谢欣颖、柯震东。非常感谢各位的莅临。现在让我们欢迎张艾嘉、李安、李平彬。金马奔腾了60年，至今依然马不停蹄。它鼓舞了我们每一代的电影人不断的追求梦想，包括你和我。恭喜所有的入围者，也感谢这一年来所有电影人的努力与付出。今晚不论结果如何，请大家记得继续拍电影。我们大家也会继续拍电影。 Keep rolling。欢迎第6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主持人露露黄璐子英。大家晚安，我是露露。谢谢。我一直觉得电影不只是娱乐，它更可以带着人去做梦。像是我在我10岁那一年看了电影《卧虎藏龙》，于是我就决定我的人生要靠近电影圈，要到导演的学校去念书。后来我还真的圆梦考上台艺大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亲口叫您一声学长了，李安导演，学长好。在我18岁成为学妹那一年之后，我开始去追另外一个梦，名为爱情的美梦。我跟我当年喜欢的男生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带我去远方》。我对这个电影印象太深刻，到现在还忘不了。因为后来那个男生真的去远方了，只是他没有带上我。
不过那也没有关系，人家最近跟当年的男主角林柏宏拍了吻戏，也算是另类的圆梦。来到32岁成为主持人这一年，我圆了一个主持人的美梦，那就是主持金马奖颁奖典礼。各位电影人晚安，我是露露黄露子英，很荣幸为大家服务。金马奖60岁咯，花甲之年，耳顺之年，也是可以免费打流感疫苗的年纪。你说他老吗？不，我一点都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年纪，对吧？而且呢，今晚很开心，在我眼前有很多历久弥新，而且现在持续在电影岗位上工作的前辈，比如说许鞍华导演，在他人生当中拿过最佳3座最佳导演奖，是纪录保持人之一。李平斌，斌哥，金马奖主席，拿过7座最佳摄影奖，无人能出其右。而张艾嘉，张姐，她是入围项目最多元，而且最多项有20次之多，多才又多艺。而不得不提到的是杜笃之，杜哥，金马奖60届，他入围41次啊！各位，要掌声加尖叫吧！我甚至以为哦，我以为今年是杜哥要来主持金马奖了。哎呀，开玩笑。回到今年的主题，凝聚众人，直奔未来。金马奖也是3金当中唯一有大礼包的奖项哦。我们先用电锅来凝聚众人。我看到大家开箱开得很开心。而今晚呢，我们也广发邀请，是历届金马奖以来最多电影人的一届哦。请现场所有电影人跟镜头挥挥手好吗？今晚是属于你们的盛会，我们用电影彼此交流。而说到交流哦，今年入围的影片，我们大概把它分成水平交流跟垂直深耕。入围最佳剧情长片的《石门》，双导演黄纪、大冢隆志，他们呢是跨地域的水平相恋，垂直深耕在他们的电影 Love Love Different Place Love Love 一起棒 Ega Omedetto。 还有哦，我们的万芳和吴康仁则是水平移动到马来西亚去拍戏，五月雪跟复都青年也有很好的成绩，恭喜。反之，香港也有很多好演员跟导演来台湾拍片，像是现在在后面蕊稿的刘俊谦，还有黄金甫导演的周楚除三害。而各位知道吗？像这样子的黑帮类型动作片啊，他的动作指导可是我们的台湾小子洪世浩老师哦。他今年个人入围了3项，人家是金马60，他是得奖几率60%，耶、yeah, ，超拽。而如果说到垂直深耕的话，电影越是关注在地的议题，越是发光。像是刚刚被观众票选为最佳影片的《年少日记》，就是关注香港青少年的议题。小朋友的压力可是没有比我们小哦。不信你问今年刚满11岁的黄子乐，紧不紧张啊？啊，你呆不呆啊？有一点，羞羞啊！加油啊 ，fighting， 帮他加油好吗？不信的话，你再问金马影史上最年轻的准影后12岁林品彤，紧张吗？很优雅，果然是有大将之风。毕竟他的对手可是来自4面8方，其中一位还是金马20的影后陆小芬，小芬姐，好美哦！今天还有2部没有提到哦，入围最佳剧情长片的《一起》。关注本土的疫情，透过疫情剖析人性，叫我们珍惜此刻，恭喜入围。还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透过关注本土的同婚还有冥婚议题，让电影发光，也要代表台湾去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加油。去59届，我们创造了很多辉煌的历史，而今天我们要携手直奔未来，究竟是谁将会写下历史的新页？我们继续看下去。
再次欢迎所有电影人来到第6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马上要颁发第一个奖项，欢迎颁奖人北野武、林志玲。各位亲爱的嘉宾，大家好，我是志玲。谢谢，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可以参与金马六十。那今天是荣耀所有电影人的一刻，当然我也非常的光荣，可以站在我身旁这位大导演，世界级的大导演北野武导演的身旁。どうも。あの、EXILE のアキラです。女房のチーリンさんを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有听懂吗？他说他的名字叫做阿キラ。好可爱哦。タケシです。其实真的、世界のタケシさんとご一緒させていただけること、本当に光栄です。こちらこそ。那我们今天要一起颁发的是最佳新导演这个奖项，那我想大家都应该很希望从北野武导演的口中获得一些给电影人鼓励的话吧，所以在发表之前我们先来请北野武导演讲一些话。在発表する前、監督さんから映画の皆さんに励ましの言葉を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エンターテインメントで映画というのは、特に監督をやれるというのはそれだけで幸せなことで、本当に運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だからそのチャンスをつかんだ人は絶対に監督を辞めずに死ぬまで監督をやってください。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わあ、非常感谢，真的是要帮电影加油了。我觉得电影真的是一个创作还有冒险的过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非常艰辛的时候，但是请不要失去你们的勇气，调整好自己的脚步，而不是调整自己的初衷。那现在的世界有时候有一点纷乱，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秉持着最良善的信念，好好的用你们的影响力还有感染力，透过电影去和世界做最美好的沟通。谢谢。実は最後一つのお願いがあります。ちょっと中国語で頑張れ言っても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我想要请他帮我们大家用中文说一句加油，看看可不可以成功。加油。太好了，谢谢。好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最佳新导演入围的有最佳新导演，卓一谦，年少日记。是你自己要的。阿烂，这个女人是你逼着我才想好，那是你逼着我在我面前哭着说那是你生命的意义。没有。王李林，复都青年。红旗，爱是一把枪。这要比谁？孙杰，霸山来了。
60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得奖的是卓一谦，连胜了预计，恭喜！香港编导卓一谦首度执导长片，即展现令人惊艳的编导功力与切入社会现实的独到眼光。全片虽以创伤为基底，却不乏成长片的童真灵气，哀而不伤。灵活调度黄子乐、吴镇业、郑中基等三代演员同台演出。谢谢大家，感谢金马奖，感谢林金玲小姐，感谢北野武先生，感谢葵 Hong Kong MM2 光年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感谢我的家人，感谢卢振业、王子乐、郑仲基，我很想逐一的去感谢年少日志的演员跟工作人员，但是名单太长了，我就是 rap 起来也有5分钟这样子，所以我一次过感谢大家吧。然后但是有一个人我一定要感谢的，特别感谢的就是我的监制东升先生，感谢我的女朋友，我拍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自己也是很忧郁了，有得了忧郁症这样子，对，但是我的女朋友经理，我谢谢你的爱，你美丽的灵魂陪着我走出黑暗，我爱你。最后我要感谢我在天上的朋友，我知道我自己永远都没有办法回到他离去前的那个晚上去拥抱他，但是我希望这个电影会让留下来的人互相拥抱，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刚刚我在后台听到了卓一谦得奖，很高兴。那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可以跟刘冠廷一起颁奖。谢谢，我也非常的开心。那李玲，请问你有演过动作戏吗？我有演过戏里面有动作的部分，然后我是超喜欢吊钢丝。我每次一上去都会很兴奋，然后呢，动作设计的老师们都会跟我说安全很重要，而且他们都很专业，会试很多遍才会让我们上场。哦，对，刚会这样问你，是因为我们首先要颁发的奖项是最佳动作设计。是。对。那我们就来看看入围名单。最佳动作设计。洪世浩，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邱立伟，王俊雄，八戒。洪世浩，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吴俊熙，女鬼乔二，怨鬼楼。洪世浩，周楚除三害。动作设计除了要配合剧情设计出那些动作，也他常常要在代替演员执行那些高难度的动作，再次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感谢他们辛苦的付出。接下来要公布第60届金马奖最佳动作设计得奖的是洪世浩，周楚除三害。洪世浩曾5度入围金马，并以狂徒获奖。今年他以3部片同时入围，在周楚除三害中设计贯穿全片的动作戏，不论执行难度或视听效果，都将戏剧冲突推至巅峰，招招到位，张力十足。走，
第二次上来是很紧张。动作设计难吗？我觉得好像还好，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执行出来，就是我们可以有很多很厉害的想法，跟导演、跟摄影师可以想的天马行空，但是我觉得最难的是大家一起去把它呈现出来在画面上，辛苦的各个组别、各个部门，最辛苦的演员，然后辛苦的特技演员，就是周处很特别，我们很喜欢香港的风格，所以我们真的摔、真的打、真的跳。我设计得很开心，但是大家做得很辛苦，包括最辛苦的演员，就是天哥、边哥、李仁哥，所有动作戏的演员，所以谢谢他们。然后很重要的是谢谢监制烈姐，还有峰哥，还有洪金福导演，谢谢你们可以给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相信我们可以去完成这个很有难度的电影。那我们玩得非常开心，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所有的特技演员。那最重要的，我要谢谢一个我的电影导师，我的伯乐，他永远在我们心中的陈明哲，哲哥，谢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紧接着颁发最佳动画短片。入围的有最佳动画短片，陆思和、刘婉玲，白云苍狗、陈强，夏梦回、陈嘉妍、黄小杰，原本咁嘅样噶，咁神奇。幽暗小径的鬼，王登玉，蝉，张晨曦，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短片得奖的是夏梦回、陈嘉妍、黄小杰。纯熟精彩的剪接节奏，细腻生动的角色表演，层次分明的叙事手法，以鱼喻人，映射现况困境与过往美好的遥想，在内容与技术上都高度展现出创作潜力，是一部格局大胆令人惊艳的杰作。首先我要谢谢大会，谢谢评审，还有谢谢台湾的朋友，把这个奖给我们，然后对我们的认同。然后我要谢谢全部参与这个动画创作的人，没有你们，我们不会站在这里。然后我要谢谢两位非常重要的人，一位是我左手边的，另外一位导演，然后是永远不会疲倦的我们的 producer Donald。 我要谢谢我家人的支持，还有我用英文说几句。Thank you very much, Grace Jolie. Thank you for you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Love you and shout out to your family as well. 然后我们人不小，时间不多，下一位。我主要想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谢谢 Trayvon 在这段时间一直支持我，也谢谢我两位好我的好排档、好兄弟，相信宇宙拥抱世界。感谢金马奖，感谢金马奖把动画当成是电影。在我们成长的路途中，我们觉得灰暗的时候，电影陪着我们成长。让我们感受到阳光跟活着的乐趣。谢谢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在西班牙的我的西班牙的老婆跟儿子。Te quiero mucho, gracias。
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动画片。对，今年最佳动画的长片只有一部入围，我很荣幸能够在里面客串一个角色。那我们就来看入围的精彩片段。最佳动画片，八戒。暴力是不好的。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片得奖的是《八戒》。自经典文学翻腾出科幻世界，透过华丽丰富的视觉设计与幽默惊喜的动画想象，探讨人性在未来科技冲击下的选择，是台湾动画界成功结合商业元素与动画艺术的代表作品。导演邱立伟曾以《窗边的星星》《小猫巴克里》两度入围，这是他首次获奖。谢谢金马，谢谢评审，我是八戒的导演邱立伟。制作动画电影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的不是制作本身，而是从小着迷于日本动画以及美国动画的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放下对于他们的仰慕，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出一部作品可以跟他们竞争。我要特别谢谢八戒有着一群努力不懈的永不妥协的艺术家，在每一个环节把八戒做到最好，做出了一部台湾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画电影。然后我要特别谢谢我们监制汤生荣以及 Bruno Felix， 还有二十年来打死不退的伙伴们，韩一芬、冯伟伦、杨一平、庄家化、钟佑轩、林子阳。我还要谢谢我的家人，我家人在这边，我妈妈、我姐姐还有我太太叶明贵，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首先要代表投资方以及幕后的制作团队，兔子创意、七和数位、台湾大哥大 My Video 和影视以及汉草文创的所有目前幕后工作人员。动画电影虽然金马奖每年都有颁，可是我们总觉得动画电影离大家都比较远，每次都很希望动画电影有一个机会可以更接近金马一点，更接近观众一点，所以我们这次努力的找了非常棒的演员，所以谢谢这些演员愿意参与，许光汉、刘冠廷、邵雨薇、庹中华、陈荣、展瑞、魏如萱、钟欣凌，谢谢你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好的动画，谢谢这些经纪人帮我们敲时间来做这个配音。最后我要谢谢邱立伟，2017年他找我做这个动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经过了这么多年，还好他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放弃，所以我们在今年可以完成这个作品。最后我想要用剧组常常用来探班的用一句话来做结尾，谢谢金马奖跟金马奖评审团，好好玩哦，希望每天都有。大家好，我是台湾大哥大总经理林志成，我们也是这个八戒背后的投资团队，我要非常感谢导演邱立伟跟主创团队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支持他们。那我们今天也负责今年的金马六十的直播，也希望大家在线上能够看得很愉快。那台哥大从2019年到现在已经投资了40多部的台湾本土的剧跟电影，那我们希望我们会一直投资下去，希望很快能够突破100部。那希望在场所有的主唱方欢迎来找我们联络，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欢迎陈以文、阮经天。OK， 今年入围最佳新演员的组成非常非常的多元，
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舞台剧演员，也有从来没有表演经验的少年，以及从歌手转战大荧幕的，以及还有两位在电影路上努力尝试的优秀电影新血。哎，宇文哥，作为我们的前辈，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传授给我们？既然你问我了，那等一下。接下来我说一句，你跟着我说一句。我热爱电影，我热爱电影，我认真演出，我认真演出，我绝不中途离席。怎么不说呢？对，我绝不中途缺席。好，都过去了，就像我们再也不能拿新人奖一样，都过去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最佳新人奖入围的有：最佳新演员洪于红、春风。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其实我们都很认真在赚钱的。怎么样算很认真在赚钱呢？看看书啊，是，研究一下刑法，是。谢永新，但愿人长久。等你把钱还给我。你是朋友。打给我。那你把钱还给我。打给我。你忙过，你忙，你忙。邓金黄，复都青年。我在这里都住好耐了。时间真系快，嗰阵时你哋仲系细细个咁，点解好似牛咁大只啊？叶小飞，青春并不温柔。你不过就是把我当成你附属品而已。对，戴慧清去好有面子哦，好棒！你又是党国大佬的女儿哎。胡宇恒，少男少女。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谢永新，但愿人长久，恭喜。香港演员谢永新在《但愿人长久》饰演青少年时期的姐姐林子源，她将长女对父亲的怨怼、不忍，以及情窦初开对男友的期待、失落，诠释的细致入微、真挚动人，成功获得评审肯定。导演，谢谢监制，然后谢谢康仁爸爸跟妹妹 Natalie， 然后就是好开心啊，然后还有要谢谢爸爸妈妈，因为他叫我一定要提到他们，然后我看，其实我已经写了不要紧张，可是我还是好紧张，然后。谢谢每一位工作人员跟大家，就是很认真的去参与这部电影，然后才让我第一次演出就那么顺利。然后我会继续努力，然后就是演更好的作品，然后谢谢大家。谢谢颁奖人，
恭喜得奖者。既然呢要颁发奖项，太重要了，视觉效果奖。难道我们真的要开枪破肚才能拍一起吗？还是说我们真的要开枪扫射才能拍周楚除三害？还是说我们真的要找一只会演戏的猫头鹰才能拍小小？莫非我们真的要召唤恶灵才能拍女鬼桥？不，有一群人隐身在电影之后，他们跟导演合作无间，能够满足你对电影所有的想象，就像电影的魔术师一样。说到魔术，看仔细咯。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颁奖人范少勋、刘俊谦。大家晚安，我是港版范少勋。大家晚安，我是台版刘俊谦。哎呀，很多人说我们两个长得蛮像的，但这不是视觉效果，这是天然的。哎，没对，那真假无缘呢。哎，少勋，你看，是你是第56届的最佳新演员哦。是，我是入围了第57届的新演员哦。哎，现在连最佳视觉效果的入围者都跟我没有关系耶。你是说电影小小入围的涂伟霆吗？哎，伟霆哥就在这儿。我们跟他真的非常有缘。他第一次入围金马奖是我演出的下半场，没错。然后第二次是由我演出的小小。如果今天可以由我们的手上颁奖给他，那就太圆满了。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看最佳视觉效果入围的有：最佳视觉效果，严振清，一起。涂维霆，小小。林奇峰，林延龄，刘嘉轩，李志伟。女鬼桥二，怨鬼楼。郭宪聪，陈佩君，王建成，周楚除三害。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最佳视觉效果奖。第60届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奖得奖的是严振清，一起。曾以怪胎飞的教育入围金马奖，并以月老得奖的严振清，在一起中以高度还原的写实视觉，为观众营造出身临其境压抑不安的时代氛围，这是他的第二座金马奖。首先真的要谢谢金马奖，谢谢金马评审的肯定。这第二次得还是很紧张啊。对，那首先我要谢谢耀华姐，谢谢君阳导演，谢谢剧组大家的照顾，然后让我们刚峰可以一起挑战这些比较真实又很困难的视觉特效。那我个人这次一定要感谢是王彤导演，我的老师，就是因为他，所以我真的爱上电影，然后可以一直往这条路迈进。那谢谢曹老师，然后让我进中影一直累积电影相关的经验。好，然后再就是谢谢我们刚峰的团队，一直听我，让我可以把作品持续的做出来。然后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
好，谢谢我老婆一直一打二带我两个可爱的女儿，然后让我可以心无旁骛的一直挑战所有的新作品。好，好，总之谢谢，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现在要来颁发的是最佳音效。在揭晓结果之前，我们要先跟这位大神致敬。是的，金马六十年来最佳音效的纪录天花板就是他，杜哥杜笃之。他创下了惊人的41次入围纪录，杜哥依旧在他的岗位上努力着，这是我们晚辈要学习的精神。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今年入围最佳音效的有最佳音效，杜笃之、黄元泽、少男少女，他骗你。胡旭松、李俊逸、小小，杜笃之、吴舒瑶、陈冠廷、五月雪、简风书、孙思源、汤香竹、一起，简风书、陈嘉丽、杨家胜、汤香竹、周楚除三害。第60届金马奖最佳音效得奖的是杜笃之、吴舒瑶、陈冠廷、五月雪，恭喜！41次入围、13度获奖的台湾音效大师杜笃之，和第4度获奖的吴舒瑶，首度得奖的现场收音师陈冠廷，他们在《五月雪》中以细腻的音效装点全片风格，整体声音处理层次分明，技术纯熟，可圈可点。首先我谢谢五月雪的制片，然后导演，然后找我们帮他做这个案子，然后我虽然做了很久但是这50年来我每天的工作都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兢兢业业对每一部电影负责。那今天真的最要感谢的是我太太我每天都在工作，然后他都要容忍我这样子不眠不休，这样子为我接的每一个案子付出，这样谢谢大家。谢谢评审，谢谢金马奖。可能真的太紧张了。谢谢杜老师，跟杜老师工作这些年来学到非常多，谢谢冠廷，然后谢谢声色合资的伙伴们，谢谢这次一起合作呈现这部五月雪的小蝶、姿雅、小杨、阿斌、芬轩、慕容、佳琪、玉华、真宇，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金马奖，谢谢各位评审，谢谢杜哥，谢谢声色合资的兄弟姐妹，还有框框外的姐妹们，谢谢我老婆、我的女儿、我在台湾以及在马来西亚的家人们。我不是个聪明有创造力的人，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杨金安师傅、汤哥汤香竹、郭哥郭里奇、许正一、杜哲刚。这座奖肯定的不是我个人，肯定的是这些前辈学长们传承教导的技术，谢谢。
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心头一旦有人留在那路途
较远，嘛袂孤单。人讲人生讲短，嘛是长。相爱相欺拢是靠缘分，若是互相信任，甲你甲伊，搁较切分嘛会变色彩。心头一旦有人留伫遐，路途较暗较远。
谢谢片山良太、洪佩瑜以及万芳的精彩演出。欢迎柯伟林、王宇轩。大家好，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两个非常厉害的奖项，就是美术设计和造型设计。这些厉害的魔法师用他们神奇的巧手带我们到不同的时代、不同氛围的场景里面穿梭自如，感同身受。他们除了拥有魔法以外，也很会得奖哦。在金马举办60年以来，大师张曙平在美术设计、造型设计还有剪辑一共拿了13座的金马奖。哎，于轩，如果你要跟随前辈的脚步的话，你还要多少座金马奖要拿呢？13座扣掉之前的一座的话，我还有12座需要努力，超难的。哦，好犀利啊，作稿哎！谢谢你呢，伟林。我还有13座。看来要追上前辈的脚步，我们真的需要马不停蹄的加油呢。我们马上就来看最佳美术设计入围的有。最佳美术设计。吴若云，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黄美清，郑家正，小小，你知道菲律宾在哪里？黄美清、涂硕峰，一起。潘奕森、谢矮林，白日之下。王志成、尤立文、老狐狸。第60届金马奖最佳美术设计得奖的是王美清、涂硕峰，一起。曾以《气魂》获奖的台湾资深艺术指导黄美清，今年以《一起》和《小小》两部片同时入围。他和首次得奖的涂硕峰，在《一起》中以真实考究的美术布景，为观众重现当年枫院实景，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谢谢金马奖，谢谢评审，以及谢谢在电影之路上曾经启发我、引领我的所有前辈。一起这部电影其实是一部很困难的题材，那我想先谢谢我的两位监制耀华、廷斐，还有俊漾导演。在这一路上，其实有非常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善意与支持。我想先谢谢在我身边与我工作18年的红豆，以及我们所有的美术组员和协力厂商，能有机会和你们共事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最后我还想谢谢每天工作室的伙伴们以及我的家人。我的妈妈是用爱我、支持我的方式在爱着台湾电影，谢谢，谢谢妈妈。最后，我希望借由这个奖项，谢谢默默守护台湾的所有医护跟工卫人员，谢谢你们的辛苦，谢谢。谢谢金马奖。60岁生日快乐。美清姐刚刚感谢过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跟导演耀华姐，谢谢你们信任我们。那也辛苦了美术组的同仁们，在这一支片陪我们一起成长。
那我要特别也谢谢制片组，所有制片组跟场景组，因为没有你们，我们很难完成这一部好电影。那我还要谢谢美心姐，对，我们工作了18年，你一直让我看到对电影的热爱跟付出是我们永远要再努力的，谢谢你。然后我可能要特别谢谢汤哥，录音师汤哥，因为你当初的一句话，可能不知道，可能对我当时而言是非常梦幻的一句话。汤哥那时候对在杀青球的时候分享了一句话给我们，就是当你在那时候很奇妙，当你在一个工作领域认真了10年，这个世界就会为你而转。谢谢汤哥。最后我要感谢我天上的爸爸，还有我要出门前妈妈很害羞的跟我讲要加油，我加油到了，谢谢妈妈，谢谢各位。接下来要颁的是最佳造型设计，入围的有最佳造型设计王志成、高仙林、老狐狸。你会怕我吗？潘奕森、陈巧倩、白日之下。黄菊青、复都青年。黄菊青、五月雪、叶嘉音、萧百成、刘显佳，请问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第60届金马奖最佳造型设计得奖的是王志成、高仙林、老狐狸，恭喜！曾以返校获奖的王志成，担任本片艺术总监，双项入围本届美术及造型设计。他和首都入围的高仙林在片中精心设计时代造型，不仅带领观众重回30多年前的台湾，更为本片演员整体出色的演技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好了，你较紧张，你先讲。我真的很荣幸可以拿到60届这个金马奖，谢谢评审，然后。我能站在这里，我真的要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我想他们都在台下为我们加油，谢谢你们。我要谢谢头哥还有雅泉导演愿意相信我，给我这样的机会。老狐狸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片子，我是一个很棒的年代，我很享受在其中，谢谢。然后我真的很热爱我正在做的事情，成为其中一员我真的是非常幸运，谢谢大家。老实讲，我实在是没办法想说我可以得最佳造型设计，我的本业是美术设计。不过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金马奖的厚爱啦。然后老狐狸这支片子，其实夏侯全导演一开始找我的时候，他就说哎，大涛你那走音要做回走，我想一想好像也可以啦，因为那个造型跟美术其实在我们那个有限的条件之下其实可以很联动，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但一做了之后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你说拍电影难吗？有时候都觉得我差点讲脏话，就实在是很难，但是有时候你想一想又好像很简单，因为大家都很可爱，
都在为了一件事情在努力在做，尤其是到造型组跟美术组，我的组员们都非常非常年轻，他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他们很努力的去回到那个 当下，我就觉得你看到他们的那些努力，我都觉得很感动。刚刚大家前面们在讲说，哎，等一下被给小帕雷，我就想到之前在，我又要讲到猴岛了，就是在那高压的那个工作环境之下，那个东哥连碧东先生每天都会去问猴岛说，哎呀，抖音给人被怕上，然后猴岛就问，就跟他讲说，怕点你也怕上，然后就张志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很可爱，是一个动力，然后我觉得我真的很可以再继续做下去，我爱电影，谢谢大家。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大家晚安，导演好。想请问许鞍华导演，拍过这么多电影，你比较喜欢选择原著剧本还是改编剧本呢？我比较喜欢原著剧本，因为我一拍改编剧本都被骂。导演，导演您太谦虚了吧？对吧？你拍这么多电影都深入人心，然后甚至今年拍了纪录片《诗》，也入围这一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掌声鼓励好吗？谢谢。谢谢。其实导演啊，今年呢入围的最佳编剧里面有很多都是那部电影的导演，您觉得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时代潮流吧。其实我最遗憾就是我一直都没有信心写好剧本，希望能在退休以前能写一个剧本。非常期待，期待看到导演的编剧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就要来颁发最佳原著剧本奖，入围的有最佳原著剧本，靳家华，小小。我说如果，如果我妈做了不该做的事，再忍。黄记，霸种龙志，石门。不知道什么想的工资，因为猜不得。严孝林，菠萝，凤梨。我已经给你办好去海南高考了。孙杰，大山来了。几个别打了，几个再躲，几个别打再躲。卓一谦，年少日记。所以无论在几不开心的环境之中，都坚持做人。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得奖的是孙杰，大山来了。恭喜孙杰，首部编导长片大山来了，敏锐捕捉世纪末的不安氛围，一个似真亦假的传闻串起县城各阶层小人物，视角切换自如，章节环环相扣，自成一格，荒诞奔放。好重的奖。那个今天孙杰导演没有办法来现场，那我就带他说一些他的感言。他要感谢所有帮助大山来的所有亲朋好友，还有所有的演员，然后也包括这次为原著剧本提很多意见的人，没有他们的话就没有这个奖，大山就不会来了。谢谢各位。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最佳改编剧本奖。伯鸿有点紧张吧，如果一个好的剧本一定能把那个男主演推上影帝的宝座。而且这趟还有两位入围呢。导演不要再说了，好紧张。那你紧张你就赶快揭晓吧。
OK OK。我们看看，先看看有些什么提名片。最佳改编剧本，张吉安，《五月雪》。你在这？吴景荣，程伟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来，大家，新郎二号了，看。祝子嫣。但愿人长久。疫情到家子了，现在刚好是百合开得最漂亮的时候。黄启麟，田慈年。最佳改编剧本，好，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得奖的是吴景荣、陈伟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编剧吴景荣与导演陈伟豪改编提案竞赛《野草计划》首奖作品，驰骋奇思妙想，打造别开生面的奇幻动作喜剧。剧本以传统冥婚习俗为引，融入现代同婚议题。笑泪拿捏得宜，情节铺排兼具议题启发与高度娱乐性，在海内外收获热烈回响。谢谢辛苦的评审们，谢谢金马奖。从我开始写剧本以来，我妈每年金马奖就会问说，阿妹当时丢了台金马奖，我想跟她说，谢谢我的妈妈一路的支持我到现在，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光是要活下来就非常的困难了。她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就会躲回房间，我都是没有办法面对这样。但没想到今天可以来现场看到，就是这个角度的金马奖，真的非常不可思议，谢谢大家。然后，谢谢。然后很多编剧都会说，剧本就像自己的孩子，每个孩子有自己的命，那些通常孩子都很命苦。然后我想跟所有还在创作路上非常辛苦努力的朋友说，其实剧本真的像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什么样孩子就是什么样，所以永远要记得好好的生活，好好的感受生命里美好的事物。如果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剧本里看到爱，那是因为我的家人朋友给予我的一切，因为我们的电影集结了一群非常美好的人，我想要在此谢谢他们。我们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那件事，是我目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我们最美的监制金百伦，我们的双男主柏宏、光汉，我们的协力编剧吴一谦、冯启军、廖明凯，还有我的经纪人洪文轩先生，还有我的舞台剧单战组队友，所有的伙伴们，是你们让我相信我可以写喜剧。谢谢我的先生、我的妈妈给我无条件的爱，没有你们我真的很难走到这里。最后我很希望这个产业能给我们编剧一个更健康的创作环境，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写剧本，我想要健康的一直写下去。谢谢大家。最后的最后，我想要谢谢伟豪导演在创作路上一路的理解支持，能和你一起突破，一起站在这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荣幸，谢谢导演。哇，好紧张。好险有准备。这部电影叫《鬼家人》，所以我要先谢谢我亲爱的家人啊，我妈妈今天也有来，然后我也要谢谢就是我在天上的爸爸，然后电视机前面哥哥一家人，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电影这条路，然后谢谢我的女朋友，也同时是我的灵魂伴侣金百伦，她陪我度过每一个电影，其实每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辛苦的时刻，然后。跟刚刚那位导演一样，就是我也爱你，对。然后，谢谢，就是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决定，没有你就没有这部电影。然后我想要谢谢编剧景荣，还有他当时的所有刚刚讲到的小伙伴，
对，我知道我很逼人，但谢谢你们不放弃，然后一起让这个爱的故事可以让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到，而且都很喜欢。然后谢谢这部电影的所有演员，光汉、柏宏、王进、驼哥、满娇怡、马哥、小花、亚伦、冠廷，以及所有剧组工作人员，是你们让这个故事加入更多新的生命在里面的。然后最后我要谢谢我们金盏花所有的花儿，百伦、艾玛、睫毛、汉娜、凯竹、就也还有导演殷正豪，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我很感谢这群花儿把这部电影带到我想象不到的一个境界，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导播，请给我两道光。曾几何时，有多少疯狂的少年，因为这出戏，想要跟他来一段 first love。又曾几何时，有多少可爱的小迷妹，因为这出戏而不想跟他终止这一支 Last Dance。 现场的所有朋友，让我们欢迎今晚最璀璨的两道光，满脑光许光汉。大家好，在颁奖之前呢，要先跟各位介绍我身旁的这位贵宾，满岛光小姐。大家好，我是满岛光。我爱面线。面线。私からも紹介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私と同じ、名前に光が入っているシュガンハンさん、グレッグハンさんです。最優秀男優賞ノミネート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那相信有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就是曾经有被满岛光小姐的演出所感动过。那想请问满岛光小姐，充满渲染力的表演是如何办到的呢？私は子供の頃に、映画の世界にいる大人たちを見て遊んでいるように見えて、とても面白いなと思って、大人になったらこういう仕事がしたいなと思って、今映画に携わ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ます。なので、自分の持っている喜びも悲しみも、自分が持っている楽しさも面白さも、世界中にあふれている悲しみも苦しみも、映画の中で本当に大事に大事に捧げられたらいいなと思っていつもやってるので、エネルギー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そうですね。そうですね。真想要现场感受一下，不知道在未来有没有机会可以跟你一起带着完形演出呢？ OK。いつか共演する機会がありましたら、私はいつも自分の相手役の人を輝かせられる天才でいたいなと思っていますので、グレッグハンさん、今もすごく大人気かもしれませんが、もっともっと、もう空に飛んじゃうくらい大人気にさせてあげます。那就拜托你了。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那在这之前，我们要先看最佳男配角入围的有：最佳男配角林保怡，《白日之下》。你哋有边个落手落脚照顾嗰班院友啊？你哋有边个记得佢哋个名啊？你凭咩搵人取代我啊？傅孟博，本日公休。花，你要被结婚了，朋友介绍的。陈木易，老狐狸。我叫他英俊，
啊，打出那边嘛，刚答应就是刚答应嘛，压缩过啊，压缩过打。黄子乐，年少日记。陈泽耀，复都青年，不可以咩？啊，电话号码那你再帮我们申请，不止嘛，你再帮我们租，公给四阿介绍的。这巴沙打工，老板给多少钱？我们想要考一个摩托来生都不可以呀、啊，只能坐巴沙走路喽。来，好，那我们就来揭晓。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大江大苏，陈木易，老狐狸。陈木易曾以《黑狗来了》入围金马奖最佳男配角，他在《老狐狸》中饰演白手起家的商场大亨谢老板，将角色的世故狂傲与黯然神伤诠释得深刻到位，游刃有余。谢谢金马，谢谢评审。我一直觉得在台湾拍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相信台湾有全世界最专业、最敬业的戏剧工作人员、剧组人员。我们在现场，像朱化福山庄就帮我们撑伞，帮我们擦汗，帮我们吹那个声音永远比风大的电扇。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灯光组扛着一个比太阳还要重的灯从你面前走过，收音组也是怕干扰，就杜哥在干的事情，就找地方躲藏起来。六十年了，现在小杜也加入了灯光组，然后摄影组永远有他们自己的节奏，每一个 cut 结束以后，那个摄影师就跟他的组员喊 slogan： 五十、八五、二五、三五。中来啦，美术组最搞纲，我实在是一直不了解为什么他花很大力气去做一个不能真的上厕所的假的厕所。然后那个场务组就冒着生命危险站在路口帮我们挡车挡人，还有叫狗不要叫。执行最神奇，执行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吗？明明是一辆酒吧，他把它开成 F1 这样子，载很多人来，载很多人走，载水，载便当，载饮料。那个副导最寂寞，没人理他。各位，我们现在等什么？哈，没光的呢，怎么样？你们是要日系夜拍吗？哈，互怕互来啊，日系夜拍啊，啊干！啊，不然我们在等什么？哈，快点啦！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大家都准备好了，我没有什么道理不认真的把戏演好。谢谢你们，谢谢。啊，对不起，还有两个人忘了讲，因为大家不是忙得要死吗？哦，就有两个人就站在莫妮特前面聊天抽烟，导演跟制片，没事干，在那边讲秘密。好了，一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谢谢。再来要颁发的是最佳摄影，好，入围的有。最佳摄影，包宣明，在医院管疫情，没事的话请赶快离开。可是我是家属，局长。许志俊，五月雪，你就当我突然醒你了，你不认得的巴苏拉了。Kartik Vijay， 复都青年。于静平，真新的一天。陈其文，
青春并不温柔。第60届金马奖最佳摄影。大战大叔。于静平，真心的一天。巧步敬畏，挥洒光影，在寻常中挑拨暗流涌动。资深摄影指导于静平，继以《少年的你》于香港电影金像奖创下纪录后，今年也以《真心的一天》成为首位获得金马奖最佳摄影的女性摄影师。也谢谢两位可爱的颁奖人，也恭喜于静平摄影师报到了两位可爱的颁奖人，太可爱的画面了。在这么可爱的画面又是刚颁完最佳摄影奖之后呢，马上用这个愉快的氛围迎来今晚的第一座终身成就奖。获得金马60终身成就奖这份殊荣的是陈坤厚导演。陈坤厚导演刚好也是摄影出身，他一开始呢从基层的专业开始累积，进而转职为导演，同时他也是金马影史上最佳摄影跟最佳导演的双料得主哦。在他得知获得这份殊荣时，他说他要特别感谢这60年来一直陪伴他超过1000名以上的工作伙伴，而他也要特别感谢一路以来提携他的前辈们。这位引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先驱，在他拍片超过一甲子的时间，各位您知道吗？他今天已经84岁咯，而他仍然持续的在创作当中，掌声鼓励。真的很不简单。待会儿呢，我们要马上欢迎到引言人是杨洁梅女士。在40年前，因为陈坤厚导演的关系而进入了影坛，也是陈坤厚导演的最佳女主角。同时，我们要欢迎到的现讲人是电影学者景盈瑞先生，有请。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和景盈瑞老师一起为金马奖献上终身成就奖的荣耀给我的启蒙恩师陈坤厚导演。陈坤厚导演呢，是台湾新浪潮电影时期一位非常重要的电影导演，他也是我个人非常敬重的一位电影人。那么不论是从他摄影师的身份来说，或是从电影导演的身份来说，他都为台湾电影呢带来了许多脍炙人口非常重要的一些经典作品。例如小毕的故事就曾经获得这个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殊荣。那么这部影片在当年呢也得到了很好的票房记录，这也为后来台湾新电影的发展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导演的电影里面没有坏人，因为他说过他的电影就想记录那段时代最美好的人事物。导演，我可以模仿你一下吗？趁他还没说不的时候，咔 ，OK。你知道这声音是来自导演刚刚杀青，这个月中刚刚杀青他的电影最新的作品，现场喊咔的声音。您看看，从事60年电影工作者，还这么的有热情。金马奖献上了终身荣誉，这个荣誉奖
给陈坤厚导演。那身为学生的我，帮陈导演呢特别制作了一个陈坤厚专属的摄影写真，个人写真，让我献给导演，谢谢导演，在这60年对电影的热情始终如一。金马奖诞生于1962年，也就是同年呢，陈坤厚导演考入了中影，开始了他历经一个甲子的电影人生。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电影生涯呢，其实是跟金马奖同寿。所以呢，60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数字。所以在今天晚上金马奖这个献礼，我们把这个奖终身成就奖呢献给陈坤厚导演呢，对他而言是实至名归。那么由这个奖由我跟杨洁梅小姐呢共同献给陈坤厚导演，对我们二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殊荣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对于陈坤厚导演的一些介绍影片，请。好片来了，好片来了！今天开始三更六江戏演出，五路六南。我们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什么娱乐嘛，不是，我大概很早就看电影，一个礼拜大概就最少3部以上，高中下来大概就700-800部电影，就这样子。小曲，找那边进去。他妈还真是大荧幕，还彩色的嘞。拍电影这种事情，机缘蛮重要。之前是看了舅舅拍《街头巷尾》，说哦这么好玩，刚好有这个机会进到这个行业里面。我们师徒制嘛，曝光啦、取景啦，其实学插镜头都学了好几个月，光做助理都做了7-8年。真的是365天的心意都在电影学习上面。那时候还有四大导演李欣、胡金铨、白景瑞、李汉祥，所以我就是到处偷，你知道吗？像吐出来的时候比师傅好一点这样子。完全是生活曾经有过的。黄雅璇啊、徐峥啊，这个 team 认为电影应该另创一个风貌，更真实，更靠近人一些。最佳剧情片《小B的故事》，最佳导演陈坤厚。看我画面摆下去之后呢，我希望观众还可以看到画面外面还在发生事情，我用环境跟人共同去发展我的电影情感。我基本上我的电影就是小小的，这生活的就是 warm 一点，因为我所有电影都在台湾发生的嘛。你的心绝对会透过你的眼睛，再透过你的镜头去呈现。你必须要先爱这块土地。我非常喜欢拍，一直想要拍，那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这个人蛮笨的，真的，我就只会这个嘛。啊，这个东西永远是你的，永远都是你的。洁梅非常荣幸能够跟
请银月老师一起为大会第60届金马奖献上终身成就奖，给仍在电影道路上持续奔腾的陈坤浩导演，欢迎导演上台接受献奖。谢谢经理，谢谢警官长，他在常年的在台湾电影资料、电影文化资料跟电影典藏上面做出了贡献，今天非常谢谢他的到来，尤其他在南艺大的电影教育工作上的成就，我们向他致敬，谢谢他。谢谢金馆长今天的到来，谢谢。请坐下，我真的没那么谢谢大家，非常谢谢。放高一点。有点重，小朋友帮人拿一下。我一辈子拍电影，这是我的孙女，我一辈子拍电影没有赚到什么钱，这个讲座就拿去当嫁妆吧，谢谢。今天可能会蛮讨厌的，因为可能会讲蛮多的话，讲60年了，真的点点滴滴太多的回忆，太多的感谢啊。学无碍远也啊，拍电影就必须有在很多的人事物上面都要靠缘分才能完成一个好的电影啊！我今天要先谢谢这座讲座，得到这座讲座要先谢谢孩子的妈妈，她非常宽容谅解的纵容我在这条路上挥霍时间跟金钱。一个男人的辉煌并不重要，对女人确实是一辈子，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一辈子的亏欠。谢谢孩子的母亲陈世美代，谢谢她。啊，电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行业，有那么多的老板愿意出那么多的钱去圆一个导演的梦，真的，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从事这个行业，一直抱着非常感激的心情从事拍电影这个行业，这样子，我有一个朋友，一辈子都当老板，我非常谢谢他，他一直支持我，我做什么事情，拍什么事。电影他都支持我，就是周林刚先生这样子。那我们有机缘得到明基先生的信任，我们曾经有过那样的年代。有一次明先生说，陈坤侯啊，这个电影会赚钱，也不要投资一半。我想倾家荡产了，血本无归，算了，真的是非常
有意思。之后呢，我想我一直跟很多年轻的朋友说啊，电影不是一个人做的，是大家共同完成的一个作品啊。导演呢是挂在墙上的那个空壳子，之后呢要完成一部电影，我跟很多年轻朋友说你一定要请到很多优秀的工作人员帮你完成你的电影，这样子。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在我七八十部电影的制作工程中间，上千位的朋友协助我，跟我学习，跟我努力工作非常感谢还有最近两个月陪我完成金融规划电影的朋友们，这样子。我特别要感谢我有很多共同工作几十年的朋友，我特别感谢淑珍她是一个非常全方位的一个好的副导演，也是一个很好的造型设计，尤其在剧本上面台语对白的精准的一个编写，尤其在规划项里面台语版本今年出现了他在整个台语的方面做了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掌握，他是真正的台湾电影人。在他离开的那一年，金马奖未能让他留下任何的声音，我深知抱歉，谢谢。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没有说喜欢我的电影，他说他喜欢我拍每部电影跟那个地方做一个连接，做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连接，小碧故事的淡水，桂花巷的澎湖还有尤其很多电影在拍摄地方我都长期的跟他们做连接有音乐电影的机缘，我在南部有音乐电影的机缘，我在南部看到参与了一些偏乡小学的教育的工作，这样子，我看到很多教育工作者的热忱、善良与努力，这样子。我们也带过很多一些学生到西部的弱势的学生到东部的比西里岸看太平洋，这样子。我想这个非常谢谢这些朋友给我开了一扇另外一个终身学习的窗口，谢谢刘一生校长，谢谢张新兰校长、吴老师、千庭、小北，你让我看到另一个什么叫善良，什么叫付出，什么叫热心，谢谢他们。李平斌，谢谢你，因为你让我这两年感觉我们干摄影的好像也是个玩意儿。我们一起在中影生活、学习、工作，小杜、小廖，很多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师父暂停林暂停先生、文静、龙洪宗，还有我舅舅来成英我们三代，我们中影制片厂三代练习生，从40年代的40年代的黑白片
到民国五十年台湾彩色片的开始，一直到民国六十年台湾电影的辉煌，一直到新电影，一直到今天，一直到小杜今天得奖，我们都参与其中啊，确实是对我们的心，我们中影制片厂三代练习生的幸运啊。我从民国五十一年进入中影，也是金马奖的第一年，金马奖的第一届，第三届的洋洋人家啊得奖，我的舅舅得最佳摄影奖，我看着他领奖，我想想我是不是有机会也要一个。之后呢，我们三代练习生在金马奖六十年的岁月里面，我们也报做了不少的讲座，非常谢谢金马奖的鼓励。六十年的电影生涯，六十年的金马奖，我们有幸都参与其中，非常谢谢金马奖年年鼓励我们，我们啊非常谢谢啊金马奖的，从官办金马奖一直到现在独立公平华语电影里面重要的一个奖项，非常谢谢金马奖，谢谢，非常感谢，感谢金马六十。恭喜恭喜金马六十，非常谢谢，非常谢谢金马奖的鼓励，谢谢，感谢。谢谢现奖人，恭喜陈坤厚导演。大家好，我是张震，欢迎我的好朋友齐富木聪，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富木聪，来到这里很开心。我们两个都是十几岁就开始演戏，当了演员当那么多年，莎莎，我问你，你觉得做一个演员表演最重要的是什么？やっぱりすべての役に愛情を持って、接する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愛情がなければいい芝居はできないと僕は思っています。チャンチェンは何が一番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か？我觉得在表演的时候要真听真看真感受真讲，然后相信你在表演的时候做的每一件事情，这是表演最重要的事情。根本的なところでは一緒だなと思います。その役を信じて愛情を持って大事に育てていけば、きっといい芝居ができ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僕は信じています。但其实表演哦，没有一个真的标准答案。今年入围最佳女配角的五位女演员都带来非常不同风格的演技。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五位带来的精彩表演。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最佳女配角刘奕儿，老狐狸。对嘞，你是不是来啊？来啊！来，恁坐了，我来泡茶啦。免啦，有抓吧，我赶时间啦。陈意涵，小小。万芳，五月雪。他不给我分去，哪里知道乱起来。我跟阿妈整晚躲到戏台里面。方志友，本日公休。我阿妈有小学同学啦，而且我小学同学不像你小学同学，那没路用。正言法师说啦，花一走甘愿收，你自己去欢喜，我不甘愿啊。
梁雍婷《白日之下》。你想俾雪糕嚟食之后做乜嘢啊？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大奖大事，范志友。本日公休，恭喜！在本日公休中饰演小女儿的方志友，以灵动松弛的表演，演出对母亲陆小芬的反叛，以及与丈夫傅孟博大相径庭的价值观，为影片灌入满满活力，首度入围金马奖便获得肯定。我老公叫我不要哭得太丑。谢谢评审，谢谢金马奖，谢谢本日公休，谢谢傅天宇导演。如果不是你看见我的光，我今天不会有这个机会可以站在这里。谢谢孟博、小芬姐，谢谢你们陪我一起成就了阿玲这个角色。我要谢谢一路以来照顾着我的伟忠哥、詹哥、TVBS 的 Nick 哥、嘉言姐，还有 Drama 的 Kevin 哥，谢谢他们一路以来的支持与陪伴。然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我的妈妈跟妹妹今天也在现场陪我。妈妈，我得奖了！然后，对，然后我要谢谢我的经纪人小游杰，他从我十七八岁就陪我到现在，一路看着我成长。然后我觉得能够作为一个演员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情绪都表现在镜头里，然后我也真的很开心能够身为一位演员，这是我第一次入围，也是我第一次拿奖，然后我是一个演员，我还要继续演戏。最后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们，我的老公杨明威，他也是一位非常棒的演员，然后我的小孩应该也在电视机前看我，妈妈得奖了。对不起，最后最后，爸爸，我得奖了，谢谢。开心哦。好，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最佳剪辑奖。我觉得表演跟剪辑是相辅相成。編集によっては僕たちの芝居はすごくプラスになることもあると思います。嗯，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入围最佳剪辑的有。最佳剪辑，陈小进、卓一谦。年少日记，廖庆松，大冢隆志，石门，谢梦如，一起，差不多是怎样啊？就没有你很不一样啊。陈俊宏，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嗨，老公。黄金甫，周楚除三害，
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剪辑。打奖打打奖打是。廖劲松。大董龙志石门。有台湾新电影保姆之称的廖劲松，第十二度入围金马奖最佳剪辑，首次获奖。近年他致力于提携后进，他与导演大冢隆志一同操刀，以沉稳的基调将主角的日常碎片有机地串联在一起。各位请坐，我承受不起。拿到这个奖，心情，不过很沉重，还是很快乐。因为这是我第，根据统计了，是第十四次的提名，这样。哎，对啊。感谢金马奖，感谢评审团，感谢李安主席，这样。感谢真的金马奖所有人，我心情有点激动，因为我在46年前第一次提名，然后中间一直陪很多公子读书这样，实际上我心情也因为一再的可能没有拿到奖改变这样，慢慢我觉得我应该让片子更好，而不是说我想得这个奖。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跟影片融在一起啊，当然这个过程我要第一个感谢大总跟王继导演，你们拍了一个这么优美的片子让我剪，而且大总导演还是前面的初剪啊细剪的人，这样我也感谢杜门我的助理帮我做了很精确的操作，事实上我一路走来我要感谢很多人，因为很抱歉，因为十三次没得奖，我把十三次话一次把它讲完。我从进来，实际上我也跟李行导演、丁善喜导演合作过，有很多人帮过我的忙。然后，事实上在1982年的新浪潮。侯孝贤导演、杨德昌导演、万人、郑壮祥、柯一正、陶德成、张毅等导演，实际上他们都是一直跟我一直工作。然后其中有一个导演一直说：“你拿不到奖的，你剪我的片子永远拿不到奖。”那就是侯孝贤导演。我每次提名，他就看到我就摇头，看起来你是无啥有可能会对了，嘿。但是我觉得我从侯导演一直工作，事实上我是从我进中影他也进中影，我一直工作到现在，我跟他一起工作了49年这样，然后从整个一直过来的过程中，事实上我在剪接每一格的片子，侯导都陪在我身边，我剪每一格哦，他大概怕我剪错一格吧，我们两个相处的时间比我跟我老婆相处的时间还 更久，这 一直走过来，他一直用他的资源，用他对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包括杜师傅，包括平兵，包括所有的人，他一直用他的资源，用他非常宽度的大度的一直帮我们忙，所以事实上我从他那边学到了怎么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要求最后的结果。事实上，我要跟导演讲，导演，我终于拿到奖了，而且我每一格都没有放弃过。谢谢。刚才我在后面看到那个廖嫂，一直讲给你们他的故事，对我来说。跟他一起剪辑的是，
其实我剪辑的时候我看他感觉他是不是剪辑那个故事，好像他剪辑一个人生。所以感谢廖导还有石木的救助，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这么久是不是感觉有点点甜，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喘大气的所在，缓缓啊倒落来。经这么久黏黏啊就要袂记起要创什么，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会当放轻松的所在，慢慢啊想看卖。点在一个当晴天抓紧所来来，纷纷扰扰吵吵闹闹日子我落来，安怎艰苦的心思颠倒爱吞到腹肚来。安照苍白的目屎，就爱一摆到老一摆。这么久亲像浮在无底大海，赶紧找一个无声的所在，一个真正无声无息的所在，点点啊情靠悲哀。世界太大，太多时间浪费，太多事要面对，太多已无所谓，太多
总难辨真伪，太多纷扰是非，在你身边是谁？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时间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如果生活还有什么会让你难过，别怕，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最卑微的梦，我发现这世界没有那么那么的不同，现实如果对你不公，别计较太多，走吧，暴风雨后的彩虹。也许会落空，也许会不同，也许这拥有让我留在你身边，都陪你度过。感谢观众带来这么热血又精彩的演出，谢谢。透过刚刚的音乐还有荧幕上面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入围者，不管是幕前还是幕后，大家努力工作的侧拍照，当然还有很可爱的杀青照片。身为观众的我们要特别感谢各位的付出，因为你们的一直坚持跟努力，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好作品可以干，对吧？现场所有朋友，我希望大家现在给自己一个最大最热烈的掌声。希望各位要明白，今天您能够坐在这边绝非容易之事哦。怎么说呢？今年啊，总共有552件作品报名。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邀请19位评审，先分门别类的把这些作品全部都看完之后呢，挑选进入复选的作品。进入复选之后呢，我们会再另外邀请11位评审，按表操课，要到执委会规定的放映厅，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漏掉的通通都看完，再挑选出进入决选的作品。进入到决选之后，我们会再邀请另外6名评审，所以这6名加刚刚11名等于电影人数学没有很好哈，17位决选评审。他们呢，从昨天就被召集起来，一路到今天早上8点，又再被关到小房间，手机没收，埋头苦干一整天，拼命讨论，到典礼开始前，刚刚才被放出来。各位，这件事情，评审这个事，真不是人干的。各位，给他们一个掌声好吗？他们都在我身后，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透过镜头呢，你们可以看到呢，每一位评审都是在业界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我们现在近拍各位评审的脸，可以看到他们真的很不容易，透过他们的黑眼圈可以知道金马奖是跟你玩真的啊。各位，谢谢各位评审，再次谢谢你们。好的，我现在希望呢，现场的朋友掌声不要停，因为接下来我要特别感谢这位，他很早就已经答应我们要担任金马60的评审团主席，要特别走到您身边，李安导演。
要亲口跟您说一声，金马奖有您真好，请坐。我有金马奖真好，太温馨了，谢谢导演，也谢谢所有评审团，请坐，谢谢。金马奖就是一个这么可爱又温暖的地方，因为有你们。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要欢迎到的颁奖人杨雅哲、郑有杰。大家好，我是郑有杰。晚安，我是杨雅哲。今天我们两个人来颁发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给我们的制片林士肯先生。制片这个工作啊，最重要的就是控管预算，不过讲到钱难免会伤感情。是的，我跟有杰都有惨痛的回忆，被林士肯拉到小房间，轻声的在耳边说对不起啊。不过我觉得阿肯最厉害的是在他讲完不起啊后面不是句点哦。他会说去找你老母亲。不是。他会带着他边境的伙伴想尽办法克服万难把这个片子执行完成，甚至我记得有一次我真的周转不过来，他二话不说借我一笔钱。林爸爸我也要口口。好，这就是很多监制会说林士肯特别的地方，他对台湾电影有一种特殊的情怀，当然不只是借钱而已。他会不计预算的高低协助年轻电影拍他的处女作，例如今年有入围的《青春并不温柔》，例如《菠萝蜜》《恶之画》《小兰》。也有一些含金量特别高的，像我制作的《血观音》《天桥上的魔术师》，或者是一些导演特别机歪难搞的《亲爱的房客》，以及去年最佳剧情片《一家子的咕咕叫》，都是林士肯做出来的。还有不要忘记叫好又叫座的，从红衣小女孩开始到今年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都是他幕后推手的制作。所以不管有钱没有钱还是票房怎么样，都是林士肯愿意做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影片，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台湾电影情怀。谢谢。哎，肯哥，要怎么样才能做好制片？ Monitor 内的事情就交给导演，然后 Monitor 外面的事情呢就交给制片来处理。拍电影呢就是花钱跟创作的角力，副导也常常需要在时间跟品质上去做平衡。那阿肯他是一个很了解创作的制片，所以他不会只给我们限制，他会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但是当这个 A 方案不好执行或没办法执行的时候，帮我跟导演带出那个纠结的状态，带着我们一起想出更好的 B 方案。拍摄场地的架设很困难，或者是说大型机具的交通也好，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会先讨论事先就可以预防的事情，在现场让我们工作起来更无后顾之忧。工地的施工声，邻居的搞笑声，下雨的时候雨下到雨棚的声音，肯哥的团队都尽量的帮我们排除。就是像在山上拍片的时候啊，有时候遇到刮风下雨或者是气温很低，那肯哥的制片组通常已经未雨绸缪，就是给大家的安全感很足。但其实因为他的职位，他需要做一些很务实的决定，然后有时候他也会受到一些委屈。他可以义无反顾地帮助你，帮你实现你心里面坚持的那个东西。我自己觉得他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只是他现在是在制片的位置。他非常喜欢抢我的工作，因为对编剧来说，找场景也是创作的一环。像我们今天就要去找一个有仙气的高山湖泊。林士肯总是会找到一些折中的方法，而且不厌其烦地跟我们讨论，而不是要美术组挖一个湖这种解决方法。
很懂创作的一个制片，他可以用创作的角度去思考，跟制片的角度去思考创作，然后再回头让创作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个帮助。我们一起合作开发过蛮多案子，然后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就是还蛮叛逆的人，就很喜欢也很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做法，然后找新的题材故事或是用新的人，然后希望能够帮台湾电影打开更多的可能性。肯哥对我的影响已经不单单是在制片工作上了，甚至是我对整个电影文化的热爱。我跟他工作这十多年的历程，我几乎是从零到现在都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在工作上，我觉得他影响我非常大，他也是我的师父。对，我都把他当师父看待，我也不曾把他当老板看待，然后我也不曾把他当作制片看待，他就是我的师父，我的老师。我觉得这次得奖啊，并不是我一个人得奖，而是所有编进的伙伴一起得奖，只是我上台帮大家领奖而已。让我们来欢迎金马六十年度台湾杰出电影工作者林士肯，也恭喜编进的制片们，恭喜。我怕北京实在，要么哥，哎，看还蛮恭维，我还是拿出我的小抄好了。谢谢，感谢金马奖，感谢各位评审，非常高兴在金马六十得到肯定，让我再一次思考电影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也提醒我别忘了创作初始的热情。而这个奖不只属于我，而是属于编进所有的伙伴。我只是代表上台。从广告到电影，从短片到长片，没有大家一起的努力，我们不会走到今天。接下来我会念出伙伴们的全名，因为你们都值得被认识、被记得。首先，我要感谢曾经一起并肩过的伙伴：游中前、王静杰、洪宇杰、邱信伟、刘世佳、周之宇、李君、徐佩玉、张家慈、何伯勋、谢问玉、詹佩璇、谢时宜。虽然你们已经转换到其他职位或领域，但曾经有你们在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接着我要感谢持续走到今天的老伙伴们：王佳琪、张小佩、顾林刚、欧阳信、詹富瑜、林阳凯、江怡珍、萧伟轩、林依林。多年的携手奋战，各中滋味，点滴心头。未来我们继续聊天过年，有恁在的，我的心头不惊吓。23年前，我是一个在台南小镇游荡、对未来茫然不知的退伍青年，直到进入台湾艺术大学当个老学生，才被艺术还有电影所拯救。17年的电影路，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创作伙伴与贵人，我看不到如此美丽的风景。所以我要非常感谢韦豪导演、有杰导演、雅哲导演，还有心仪导演，在电影艺术上对我的引导与启发。摄影奇文、美术阿布、灯光阿广、Joy、造型 Emma、Zoe、冠冠、动作设计四号、特效化妆派、显家、现场录音天霸、博瑶、音效设计 RT， 在电影制作上长期的支持与信任。永祥李哥、关姐、钟颖谭哥、裴熙、秋云、时间轴阿凯、后期制片慧君，多年来在拍摄以及后期的支援与帮助。最重要的还有监制魏兰姐、唐大哥多年来的提携与指导，让我有发挥与突破的机会。没有像这些重要的朋友，我们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亲陈如玉女士，多年来无条件支持我的任性与忙碌。您辛苦了，此荣耀归于您。对我来说，电影不只是梦，更是实践的过程。电影是合作、团队合作的艺术，实践的过程更需要面向更多面向的坚实盟友，资金、开发、制作、行销、通路，无一不是电影产业拼图重要的那一块。或许我们因为不同的责任担当而有不同的思考角度，但那并不影响我们身为台湾电影这艘船上的一员。拍一部电影、开一艘船，需要大家的同舟共济，让我们台湾电影航向伟大的航道吧。最后，让我插播一下工商时间，
青春并不温柔已上映5周，还在上映中哦。再请大家支持踊跃进到戏院。我们是边境印象，我们会继续为台湾电影服务。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我们要颁两个短片奖项。为了符合短片的精神，我们就不聊太多了。好。最佳剧情短片入围的有。最佳剧情短片。袅袅。又唔成熟。林露。又唔负责任。咁都点都好过你啊 ！A goddamn control freak。直到我看见彼岸，何思卫。都是好妈鸡。桥顶少年张不宜。其实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道路要走。公路朱建安。回收厂的夏天陈浩维。过来帮忙。第6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短片得奖的是《直到我看见彼岸》，何思卫。本片凝聚着导演何思卫对当下香港氛围的观察与记录。疫情解封，开学倒数，男孩的朋友即将远赴澳洲，两位素人孩童演员在自然流动的生活碎片中，诠释出独属于孩童的恐惧与告别。成功的以童真视角带出大时代下的香港离散潮。谢谢金马奖，谢谢各个阶段的评审，谢谢一起入围的四位导演，谢谢香港上浪潮，还有谢谢一直以来认识的很多优秀的创作者，还有老师，还有前辈。在我的团队里面，我是经验最小的一个人，所以我想喺度多谢同我一齐完成呢个作品嘅各位，因为佢哋我唔敢讲呢个系一个完美嘅作品，但系呢个系我哋努力嘅见证，所以我好想多谢佢哋，包括喺台下同我嚟到台湾嘅朋友，同埋香港嘅各位伙伴，多谢你哋。我想另外想多谢我嘅家人同埋我另一半，多谢你哋包容我莫名其妙嘅情绪起伏，同埋俾我自己更相信我自己。最后，我觉得最后我觉得在说话不可名状的日子，我希望我自己还有生活在香港的每一位都可以更勇敢更坚强的用自己的步伐往前进，真诚记录，好好生活，然后就不要遗忘对自己重要的一切。直到我们看见彼岸，多谢，谢谢。接下来要颁的是最佳纪录短片。入围的5部作品有呈现当代疫情及关注海洋议题，又从自身情感出发与家人和朋友对话，又试图透过影像讲述一个非影像的故事。在这5部作品里面，从16分钟到38分钟，虽然时间都不是很长，但是停留在观众心里面的回响跟长片是不相上下的。是的。来看最佳纪录短片入围的有。最佳纪录短片。十几年前我们就常常被民众张宏杰。你们知不知道台湾的海豚割成的原因是什么？另一面镜子里的梦中之梦朱云逸。我用鲁播到过新闻联播长言辞，穷山恶水电影小组。
乙方及其后，刘仁凤、崔梦无踪、袁南希。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短片得奖的是《备忘录》琼山恶水电影小组。琼山恶水电影小组创立于2020年，作品多将视角聚焦于现今中国的社会底层。《备忘录》带领观众回到2022年封城下的上海，受困社区的电影人以日期为轴，以手机、电视、网络等手边媒材为底，记忆一场注定失败但不应被遗忘的人民抵抗。感谢金马奖，感谢金马奖的评审，也感谢一直帮助和启发我们的朋友和老师。是你们肯定着电影艺术它捍卫记忆的这个特质，如果没有这个特质，电影恐怕会失去它的意义。谢谢。我想说，人可以被很多东西很轻易的就打败掉，比如寂寞、贫穷、恐惧、猜忌、怀疑、背叛，但是一旦当我们想起人和人连接的瞬间，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并不是一无所有。所以我想要感谢彼此，还有要感谢大家，然后谢谢金马奖给我们的这个鼓励。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
谢谢评判委员，给我这么大的鼓励。我追了三次，啊，今天总算被我追到了。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小弟以为霸王斩那八个贼子，特别感谢电影带给我的这份荣耀。谢谢胡乃元大师以及他带领的音乐家伙伴。故事一旦化成电影，就成为了永恒。而在电影里面说故事的人，就是创造永恒的天使。相信透过刚刚的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位熟悉的身影，他们在电影 岗位上留下来的画面跟回忆，我相信都是最美好的，对吧？继续颁发的奖项也跟音乐有关，这个奖项呢也是金马史上难分难舍的音乐之组哦。到底有多难评多刺激呢？我想我们交给颁奖人来说说好了。欢迎宋云桦、柯震东。今年的电影歌曲入围名单，简单来说就是三个字。嗯，哪三个字？一、二、三。一、二、三，一是什么？你看，今年的入围演唱者很多都是第一次入围金马哦。对对对，蔡依林跟动力火车好像都第一次入围。哦，二呢？二啊，对，你要问我。我问你二，对，二呢？二，真的是万方不得了了。你看，不只会唱，还入围了最佳女配角。那三是什么？哇，三不得了了。如果侯世坚、陈建奇老师得奖，那就是金钟、金曲、金马三金大满贯。
夸张夸张，太厉害了，不浪费时间了。你有话要讲吗？我们要来看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入围的有最佳原创电影歌曲亲爱的对象，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吴明翰，不是吧？一路以来，复都青年。只好匆匆领悟，这就是人生。骄傲，老狐狸。五月的人，五月雪。赶快本日公休。好，我们要来揭晓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得奖的是同款本日公休。赶快由本片监制，同时也是六座金马得主吴念真导演填词，第五度入围金马奖的金奖音乐制作人陈建奇谱曲，由歌手洪佩瑜以充满口气与故事性的暖嗓唱出美法师与客人之间相逢相知相伴的缘分，为影片带来动人的尾韵。大家好，我是本日公休的导演傅天宇，我帮吴念真导演，算是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本日公休的监制，来领这座奖。谢谢评审，谢谢金马奖。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这应该是舞蹈的第七座金马奖。我要非常谢谢吴念真导演，吴监制为本日公休写了一首这么美的台语的歌词，谢谢。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母亲，我妈妈是台中一个很平凡的家庭理发阿姨，她教会我生而为人要认真面对每一次的工作，然后要温柔体贴的对待别人。她今天也有来，妈妈谢谢你，有你才有本日公休这个故事。要谢谢吴念真导演，写出一个这么有人情味，描写了港宽的情感的歌词，让我可以写这样的曲子。当然也要谢谢洪佩瑜这么真挚的，声音表达，然后导演，台下的演员们演出了一个这么感人的戏。我觉得我是非常幸福的，在做音乐、做电影。我要谢谢我的家人。对于音乐工作没有止境的支持。好，谢谢大家。我的妈妈素慧，她跟本日公休的阿蕊一样，是一名家庭理发师。然后她告诉我，你要有一技之长，你就能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然后很开心能够在本日公休里面成为这个剧组的一员。然后谢谢吴念真老师，谢谢陈建奇老师，谢谢大家听见这首歌，喜欢本日公休，谢谢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入围的有。最佳原创电影音乐，侯志坚，老狐狸。
嘉禾、张吉安、五月雪。林孝钦、林思雨、保普、巴都路、周楚、除三害、福多玛、小小、卢玉明、一起，我在这里、啊。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得奖的是侯志坚《老狐狸》。侯志坚从事广告、电视、电影及唱片的音乐制作多年，他在《老狐狸》中以时而诙谐轻盈、时而典雅绵长的配乐，营造出时代风韵，余音无穷。这是他第四次入围，首度获得金马奖。哇，好开心，妈！谢谢谢谢。我要谢谢评审，然后我要谢谢参与的我的音乐伙伴，然后当然我要谢谢我的38年同学导演萧亚全啊。他在这20几年来拍的4部电影都刚好记录了我们每个那个成长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很开心，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缘分，这样真的很谢谢。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我儿子今天有来，然后我要把这个奖献给我在天上的母亲，很开心我在金马60的时候，不但是一个骄傲的爸爸，也是骄傲的儿子。谢谢，谢谢金马奖。谢谢颁奖员，恭喜得奖者。大家好，我是杨桂妹。我是李康生。大家都说这次纪录片是真正的死亡之组，但是我不觉得，因为这些都是大导演，所以我觉得是华山论剑。啊，老实说，入围名单一公布的时候，我还误以为是最佳导演的入围名单。真的非常精彩，你们看看哦，让李康生拿到影帝的蔡明亮导演，就拿过4座金马奖；让我拿到影后的林正盛导演，也拿过柏林影展英雄奖的最佳导演。徐元华导演更不用说了，3座金马奖最佳导演呢，你看看。这三位导演的含金量，金弓强强棍。这三位导演我都有合作过，而且我都有跟他们的片子去参加柏林主竞赛单元。更不用说赵德一和王斌导演，他们也是各大影展的常客。没、所以其实大家一样跟我们很好奇，也很紧张。那份得奖名单的得主到底是谁？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佳纪录片入围的精彩短片。最佳纪录片，它同时是表面的，同时又是深刻的。在心为之发言为之，即系我睇到我想知。即系好多人觉得，咦，咁大先，我点解唔得啊？何处？做推荐吧，做汉山河，汉笑世界。哎，是都有忙啦，都有点影响。诊所。我来一路扭病咧。
青春。你慧敏，你要是春，老子不是只是你吗？哎，蔡导好像没有来。哎，对，没有看到他。那是不是在学我行者的慢走？依照那种速度哦，我想明天才会到吧。对，你们俩还是好朋友。那我们颁奖吧。好，我们先揭晓。得奖的是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青春春》。中国代表性独立导演王彬历时五年，将镜头对准劳工聚集的童装生产重镇，记录多位青年如何在密集劳动的日常夹缝中相爱相亲再相离，时长三个半小时，不妄加批判，而是节制又忠实地呈现劳动青年的生存样态与青春生命力。非常感谢金马奖，非常感谢金马的各位评委。怎么说？我不是王彬啊。王彬导演，因为他刚好在 Tokyo Film Makes 当评委，所以今天很可惜没有来到。他也非常希望能够来到金马奖。我是其中的监制之一，所以代表导演跟我们的整个监制群，深深的对各位感谢，感谢金马。然后同时，今天我非常的激动，是因为能够来到六十届金马奖，然后同时与我三位曾经合作过的导演一起入围，使我非常的，同时也兴奋，也非常觉得非常的荣幸。然后在座的很多的前辈都给我们合作的指导，尤其是我最敬爱的蔡明亮导演，也就因为跟他的一般的合作，施静然的合作，知道怎么样去坚持，继续的坚持做艺术电影的创作，那也这样子，我跟王彬陪伴他十年，然后来完成青春的第一部曲，接下来还有两部曲，对，那我就先说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谢谢各位。真的要颁最佳导演奖？是的，今年入围最佳导演，除了陈伟豪导演、张吉光导演之外，还有另外四位导演都是第一次入围金马奖。无论是任何一位导演得奖，在第六十届的金马奖得到这座最佳导演奖，真是别具意义。是的，这五位导演我都没有合作过。哎，也很可惜，我今年都没有机会在两岸三地拍片。年初我去了日本拍片，年中到新加坡拍片，我才刚从纽约拍片回来，所以现在失业中。各位导演知道我的意思了吧？知道了，全球的导演都知道了。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入围最佳导演的片段。最佳导演，黄金甫、周楚除三害。走，刚好啊，张吉安、五月雪。关于王更冷的车，黄记、霸总龙志、石门。陈伟豪，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萧雅全、老狐狸。才怪！你会说，跟我一样吗？
食唔落啦，我饱啊！哇！哦，紧张、哦，好紧张！啊，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得奖的是萧亚全，《老狐狸》。萧亚全2001年以首部长片《命带追逐》入选，坦诚影展。之后作品包括《第36个故事》与《范宝格》。他在《老狐狸》中以极富文学性与生活感的细腻笔法，为观众勾勒出狂飙时代下的小人物。导演风格凝练突出，这是他的首座金马奖。我想没有拍电影的人一定不懂为什么每个人上来都要道谢这么多人。哎，我之前想我也不要这样子浪费时间啊、哦，但是数一数不行，一定要道谢。我不同的奖项可能要谢谢不同的人，如果是影片，可能要谢谢投资方；编剧可能很多人要谢谢自己的家人，因为家人都是陪编剧最辛苦的那个人。那我觉得导演奖最需要谢的是工作人员跟演员。其实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导演，因为如果不透过他们的才华，导演是隐形的。我要谢谢，特别谢谢我20年的搭档啊，我要谢谢王云民，就是阿高啊。我的摄影师林泽强，他陪我也超过20年，李秀銮 casting， 这次的编剧詹逸文，我要谢谢白润英跟刘冠廷，如果不是你们的才华，我的想法不会有人看到。我要谢谢我的监制林奕馨，小坂石子，小坂石子其实不止帮我，帮了非常多的台湾电影，谢谢他。我要谢谢侯孝贤，他是我四部电影的监制，他其实不太管我，可是我很怕他，我只要想到他的名字会挂在我的作品上面，我都不敢乱来。我觉得这个是监制的最大的一个威力了。我跟他道谢过，他跟我讲不要谢我哦，你要跟我道谢，你去帮别人。是他教会我道谢是有重量的。后来有些人跟我道谢，我就是说我这么做完全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跟侯孝贤道谢。道谢是有重量的，谢谢各位，谢谢所有投资方，谢谢我的家人，谢谢周淑芝、郭美妙、萧海英、萧海清，谢谢。哎，最后我们电影昨天上映了，《老狐狸》，请支持《老狐狸》，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得奖者。金马60了，我参加30周年了。在我刚刚成年，在那个心灵压抑又爱做梦的年代，在一场宋承秀导演的电影《古镜幽魂》中，我看到了林青霞，就像许多广大的华语电影观众一样，我迷失在那面古镜中，成了电影的幽魂，成了林青霞的影迷。不知道为什么讲林青霞，我会突然感觉害羞起来了，也会变比较文青一点。半个世纪以来，林青霞不断以各种不同类型的电影、锋刃的角色与美好的演技形象，提供了我们源源不绝的动人故事。它跨越了地域与时间，成为我们集体记忆中最美好的回忆。现在即使不下荧幕，它仍然不断地学习、笔耕、写作。
他的一颦一笑依然牵动我们的关注。他不仅是金马影后，他更是东方不败的超级巨星。我想大家一定很期待林青霞的新作吧，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个镜头就是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我17岁从街上被发现，就是一张白纸。时间过得真快，拍的时候有接吻的戏，所以也初吻，第一次就在窗外里面啊。你那时候太嫩了啊，有一招叫接吻。请坐。得奖的是林青霞。从台下到领奖台来拿这个奖，对我来说好像走了几世纪这么远。Action！ 看，再来 ，Action！ Action！ 看 ，Action！ 我一个礼拜睡不到几个小时，一天差不多24小时都有通告。一到片场，我站着睡着了。那你说那个累到什么程度？压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到美国去啊，我哪怕是 waiter， 我都不要拍电影。后来有香港导演找我拍戏，他们把我转成一个新的林青霞。我在拍《刀马旦》的时候，徐克问我，他说你过了30岁有什么不同吗？我说一定要变得快乐。如果你没有演电影，你现在在做什么？做饺子店老板娘吧。我的人生，我60岁之前是一个我，60岁之后我是一个同心的生命。所以那你今年几岁？8岁咯。有请第60届金马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永远的林青霞。请坐。我从千里之外归来，
在生我养我的地方获得电影界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我把它献给我的母亲、父亲，他们为了我辛苦拍戏，不知道操碎了多少心。此刻在天上，他们必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把它献给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兄弟姐妹们，我是多么的爱你们。17岁从台北市西门町走入电影圈，22年里我拍了100部戏，跟上千名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合作。如果没有你们，你们功劳，莫大的功劳，要谢谢你们。在电影事业里，有几位对我有关键性影响的人物，我要在此谢谢他们。谢谢琼瑶姐，她的第一部小说《窗外》成就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在70年代，几乎我最卖座的文艺爱情片都跟琼瑶姐有关。谢谢80年代电影公司《窗外》的导演宋淳寿和郁振春，如果不是郁振春锲而不舍地到家里来说服我的父母，我不会站在这里。谢谢朱延平导演，在我从爱情片转入武侠刀剑片的阶段，您为我设计了许多不一般的喜剧角色，而且步步都卖得满堂红。谢谢徐克导演，把我从纯情玉女转变成江湖第一高手的东方不败。在电影圈的日子里，我结识了两位知心的好朋友，施南生和张淑平。施南生总是为我获得的荣耀感动落泪，并且不时地指导我人生的方向。张淑平把我从乡下土包子变成窈窕淑女。一讲窈窕淑女，我就不窈窕了。OK， 好，那最后我要衷心的感谢我的先生和我3个女儿，他们总是默默的支持我，从心所欲的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成全了今天的林青霞。现在我又站在33年前获得金马影后的舞台上，这座终身成就奖带给我无比的鼓励，让我更有动力迈向下一个新的里程碑。谢谢大家，谢谢金马奖，谢谢。电影和记忆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肯定是假的，但记忆分不出真假，它随时浮现在眼前。因为你我记得过一分钟，由现在开始我们就一分钟的朋友。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我最喜欢的人都在一起了。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那时候好像永远是夏天，太阳总是有空出来伴随着我们。我能遇见你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
但当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得你自己做得好是不够的。人生最甜蜜的欢乐都是忧伤的果子。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留下来或者跟你走。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迟早是要分开的。不能跟他走，挺不好的。我的心很痛，到底怎么长大啊？小儿不送给了，小儿不送给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他们都是一流高手，只因厌倦了武林争斗，退出江湖。阿Sir，我不做大佬好耐啦。我以前冇得拣，我而家想拣翻做好人。我就跟这个世界一样，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人一死，就什么都完了。没完，留下来的记忆啊，还没完呢。如果鸡也是一个罐头的话，我希望这个罐头不会过期。虽然以后我可能不在你身边了，但是我希望你记得，记得这一切有多得来不易。以为故事到这天就结束了，没想到故事才刚刚开始。Doesn't change everything. 希望你能把它走下去。如果一定要加一个日子的话，我希望它是一万年。今年金马入围最佳女主角的五位，我现在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一位呢，他说啊，他要金马六十，啊叫阿妈，哇，这几回人家呢才12岁耶，哇塞，这好是创金马以来最最年轻的一位入围者，谁知道吗？梓潼，哦，林炳彤。哎呦，我好紧张啊，因为我年纪大，他怎么会那么小就要夺金马？我就觉得很奇怪呢。我到83才得到，他怎么12岁就要得了？哎呀，真是的。好，开玩笑，开玩笑。说实在，我背这个台词背很久，不是忘记，我故意的。因为83才得，他12岁就要得了。来，该谁？该你们谁？该我。在《菠萝凤梨》里，一位母亲不惜任何的代价，要让她的女儿考上高考。她的坚毅与固执穿透电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欢迎第一次来金马奖的胡琳。天资年的女主角梦想成为一位填词人，从高中大学到出社会一直在为这个梦想奋斗。今天她来到了金马奖，她是演员也是填词人，钟雪莹。去年入围最佳女配角，今年以……哦天哪，我被你们搞乱了。今年以
新闻记者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了一个既残酷又勇敢的故事，外表冷漠，内心却比谁都温暖的一位女主角，白日之下余香凝。吸引了20年，终于遇到了一个温暖细腻的角色，打动了他，谢谢他愿意付出，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到本日公休的陆小芬。小芬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五位女主角精彩的演出。最佳女主角，胡林，菠萝凤梨。余香凝，白日之下。林品彤，小小。Ten more places are here. And we should add one more. 干嘛戳我啊？钟雪莹，田慈年。真系洗多次，我都研究咗一段时间嘅，不过太难了。陆小芬，本日公休。哇，实在是哦，祝家你多事。不要给我，我害怕，万一12岁得的，那我怎么办？你开呀、啊，好吧，一定要我开。不可能。我真的很丢脸呢，我快80几才摕到金嘛，人伊12岁都摕到啊，金马60最佳女主角林品彤，小小，哇！2021年以首部电影《美国女孩》出道，今年12岁的林品彤，这次饰演特别的女孩小小。沉稳驾驭复杂多变的角色，与母亲、老师之间皆有精彩对手戏，自然精湛的演出也让她创下纪录，成为最年轻的金马影后。哎，我觉得很奇怪哦，好像哦。他虚报年龄哦，有没有？没有。哎呦，不要哭，乖，不要哭，乖乖。谢谢金马奖，然后谢谢评审给我的肯定。首先，我想要谢谢监制如芬姐。小莹姐还有嘉华导演，谢谢你们给我机会，然后相信我，然后一直支持我。再来，我想要谢谢小小剧组的每一个人员，还有易涵妈妈，还有君谦哥哥，谢谢你们这么照顾我，我真的很享受每天跟你们相处的时刻。然后再来，我想要谢谢一路上给我机会的人。谢谢安凤仪导演、Amy Clifford， 还有阿普，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再来，我想要谢谢我的家人，谢谢我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舅舅，还有妹妹，谢谢你们这么支持我，我爱你们。最后，我想要谢谢小小这个角色，他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跟他还有跟小小一样特别的人说，继续加油，保持善良，然后事情会越来越好的。谢谢。谢谢颁奖人，恭喜林品彤。欢迎回到金马六十的颁奖典礼，大家辛苦了，撑到现在。各位，话说啊，金马影史上曾经发生过六次双蛋黄的事件，不过就其中一次是同一剧组两个主角一起上台，那是第53届的《七月与安生》。不过那是女主角奖，现在在我身旁的有类似的案例，是男主角奖，关汉 and 柏宏。嗨，为了要祝福两位，准备一个礼物，相信两位应该很熟悉。来来，在你们戏里是联姻那个时候用到的彩球，祝你们有好彩头，祝福你们双双对对，万年富贵，若有机会上台一起喊万岁，加油赞 ，OK。接下来要来到周楚除三害的陈桂林阮经天的旁边，他在电影当中呢，要花好多力气才可以除掉其中两害，青史留名。但今天不好意思，你要花 double 的力气，要除掉四害，你才可以走上台。在我身边有一个金马五大通气要犯。上面有他们最近的募集位置，供你参考，好吗？啊，不过您也要有底气，小天，你可以的，你是五位准影帝当中唯一曾经上过那个台、拿过那个奖的人，各位还记得吗？第47届蒙甲影帝回国，加油！祝福你。啊，我是建议吼，那个2排9号、2排11号林柏宏、许光汉比较近，一次 KO，CP 值比较高。来到武康人旁边，在《复都青年》当中，全片没有一句台词，光用肢体，光用表情，就让评审觉得你太赞了。那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些秘密。哎，怎么大家都在笑？哎，原来手语也有即时字幕，完了，这已经不是秘密了。祝福你哦！啊，你昨天生日礼物血压计有带着吗？等一下可能会用到，加油！好了，要来到一起夏正医师的旁边，他在戏中演的是胸腔外科的主治医师，相信对这个东西应该非常的熟悉才对。那因为马上要颁奖了，我们确认一下这位准影帝有无生命迹象。不好意思，我碰你一下哦。啊，胸肌好大。OK OK， 确认他还有心跳。不过在10秒钟就要颁奖了，他真的这么淡定吗？我不相信。我再听一次。齐了，你的心跳好励志哦！今天早上大家，包括正在收看转播你，我们是不是也给五位准影帝该的鼓励？好不好？预备开始！好嘿，马上欢迎颁奖人艺所广司张艾嘉。首先我们要欢迎雅库桑来到金马奖，更要恭喜他在今年的坎城拿到最佳男主角的奖。We welcome you and also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ward. 谢谢。身为一个获奖无数次的一个男演员，雅库桑，你对获奖奖项这个东西对你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大家好，
まあ、まずはノミネートされた皆さん、本日本当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あこの賞ですよね。賞っていうのは、まあ、当然賛否両論あって、まあノミネートされたのに、受賞されないこともあります。まあ僕の場合はこの自分が受賞した時は、この賞は、一緒に作品を作った仲間たちのを代表して、もらっているんだと、心からそう思っています。そしてその賞にはこの賞にふさわしい俳優になるための努力をしてくれるんだろうなという、怖いおまけがついています。だからそんなに、うかうかと喜んではいられないと思って、頑張らねばと、そう思わせられるものがこの僕にとっては賞だと思っています。皆さん台湾映画のために頑張ってください。Thank you， 谢谢。的确，我觉得我们非常感恩，我们都有一份我们自己很喜爱的工作。其实我今天非常感慨，从一开始开幕的时候，真的要谢谢郑伟豪导演，你拍了一个这么精彩的一个 opening 的片段，非常感谢你。你知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还是从你的短片得奖的时候就认识了你，然后一直到后来看到我的老朋友坤厚导演还是继续在工作。所以大家都知道金马六十年来，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都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往前走。金马六十年真的是不容易，经过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很多的很苦难的时候，可是我们都没有停止，我们没有放弃。我希望今天所有在座的朋友，为我们所有金马奖前前后后的工作人员，给他们一个最热烈的掌声。现在当然到了最紧张的时刻，是不是？让我们先来看看今年最佳男主角所有入围的精彩片段。最佳男主角林柏宏，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我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可以一起生活，照顾彼此，一起到老，直到离开的时候还可以陪在对方身边。吴康仁，复都青年。许光汉，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谢谢你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如果有下辈子，他还想要做你的儿子。阮经天，周楚除三害。王伯杰，一起。爸爸，你今天怎么这么早打给我？我还没睡着呢。爸爸，刚刚救了一个人哦。第60回最優秀男優賞受賞者は
第六十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吴康仁，复读青年。吴康仁饰演了厅长哥哥阿邦，全片无台词，仅凭肢体神情及充分表现人物的内敛绝望，一举一动皆紧紧牵动着观影者的情绪，是一次极具魅力的演出。这是吴康仁第一次入围，也是他的第一座金马奖。谢谢评审。所有入围的人，所有入围的朋友都不侥幸，我们都应该值得为我们所拍的电影骄傲。但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自满，因为我们真的很爱电影，我真的很爱表演。谢谢你们，谢谢。看着前面复读青年的朋友有一些失落，我在他们旁边，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毕竟马来西亚这片国度，我可以跟你们相遇，真的是太难忘的缘分。谢谢李玲，你用你生命的经验写下这个有爱的剧本，谢谢你愿意把这份爱分享给一个台湾的演员，谢谢。陈泽耀。我真的要非常非常谢谢你，因为没有你这个弟弟，我在马来西亚真的语言不通，我可能会很危险啊！谢谢你陪着我去到很多移工的地方，跟我一起捅鸡的屁股。那谢谢你，希望你之后来台湾拍戏可以顺顺利利，我爱你。谢谢马来西亚所有的工作人员，谢谢你们，真的是太棒了。那我还要最谢谢的是李心洁监制，心洁姐。听过心洁姐无数次的谈论张姐，真的是无数次，我可以相信张姐在你的心里一定留下很大的阴影。但也谢谢你，第一次当监制，我有荣幸遇到你，你也在我心里留下了很大的阴影。谢谢你打开我的心，谢谢你跟我用你生命的经验告诉了我很多只有你知道的故事，我不会告诉别人。也谢谢你教我如何用眼睛演戏，谢谢心姐姐。哦，好多了。其他简单说，就因为我没有家人来，那我也没有经纪人，但我，哎呦呦呦，那都朋友，那都朋友。我的公司唯一一个就是只有我的会计，因为我是一个不专业的法务，所以很辛苦他。春丽，谢谢你。那我很谢谢所有在场曾经跟我合作过的朋友。那我是一个不太懂得表演的人，说实在，因为二十七岁才入行，那我就很喜欢香港电影，然后很想说为什么香港的明星可以演戏演那么好，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们拍戏很快，可以拍很多戏，然后我想说好，我就跟我的经纪人沟通，就是我自己，然后我就自己决定我可以拍很多戏，然后我去拍得很累，拍得很超，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在想，既然我的偶像是丹尼尔戴路易斯，他会方法演技，那我也试着让我又胖又瘦试试看，但我后来发现成果并不是很理想。但就是这一次这些的经验，反而从每一次的经验当中累积了很多的自己，慢慢的感受自己的重量，慢慢的收，慢慢的感受到每个阶段的自己的不同。那我想我下个阶段会更好。那其他该谢谢的人，我在之后再一一感谢。哦，对了，陈慧琳导演，想不到吧，我拿金马奖，此刻的我有没有比 Vanessa 还要帅？有吧，有吧，谢谢你。
谢谢颁奖人，恭喜吴匡仁。第60届金马奖最后一个大奖，由我们两位李先生颁奖。为了把紧张的时刻减短，导演，我们长话短话都不说吧。影片自己会说话。直接颁奖，最佳剧情片入围的有最佳剧情片五月雪，石门，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一起年少日记，不知道第60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石门。石门以胀痛的乳房照应中国零工经济下令人麻木的晦暗现实，双导演黄纪、大冢隆志与演员姚红贵再携手完成女性三部曲最终章，凝望疫情语境下年轻女性的破碎身份与无可回避的生活绝境，全片运镜写实，对女性境遇的刻写细腻动人。这是一个梦吗？我觉得它是一个梦，但是我感受了一下它的重量，它很重，它又在提醒我不是一个梦。我的爸爸是一个喜欢写诗的老中医，他给我们的石门的海报写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叫石门打开里面有金。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写，因为他不知道金马奖，不好意思。对，然后我现在知道了，因为石门打开以后，因为我们鼓起勇气推开了石门以后，是因为石门后面是金马。是他写的那个金是金马的金。好像最佳影片就不用考虑时间对吗？没事好。因为拿到了金马，然后感觉我们以后可以推开了这个石门，拿到了金马以后，我们可以去到一个更宽阔的、更广阔的世界，然后去策马奔腾。所以特别的谢谢金马奖。然后我把时间给大冢吧。我是他的老公，他是我的太太。今天其实刚才聊到，他说你们的片子是大黑马。他廖嫂是一直相信我们的传艺还有我们的创作。师们是其实我们拍每一部的时候真的前面有很大的师们，然后我们是一直坚持拍摄，然后不放弃，推门，然后相信自己的创作，这样的话可以相信一定会
这个门会打开。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师门是一个探索创造电影的一个新的可能性。就是这个金马奖给我们的这个可能性。我们特别感谢演员林森的红贵，还有黄记的爸爸妈妈，还有一直支持的 AJF， 还有这个里面的故事呢，是其实采访了很多女孩子们，他们的内心的困境，都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片子里面，全部都是非专业的演员，特别感谢。然后每一个人经过了我们的镜头的人，也是都是我们的演员，所以特别感谢大家。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有没有发现，我们剧组就是人比较少，就是因为大总他是我老公，然后他也是导演，他也是摄影，他还是剪辑，他刚刚跟廖导拿了最佳剪辑奖，然后他有时候他还要照顾孩子，要做菜什么的，他还自己打灯，就是他还自己做美术，然后他还自己去买去那个五金店里面去买那个很长的那个电线和那个灯来做灯光。就是我可以在最后花一点时间来感谢吗？因为我在感谢我的家人之前，我特别想感谢李安导演，然后感谢那个侯孝贤导演，然后感谢那个蔡明亮导演，李沧东导演，就是很多的亚洲的导演，你们的电影我都看了很多很多的遍，很多很多遍。每一个镜头我都会去分析去学习，是你们的电影让我让我知道电影它为什么是时空的艺术。对，所以特别特别的感谢。然后我最后想感谢三个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一个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我们拍摄的时候，他要给我们做饭，他还给我们提供了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还要当我的演员，演了女主角的爸爸妈妈，对，所以我要特别特别的感谢他们。然后我要感谢我的女儿在很小还不到三岁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椅子，然后他就坐在我的这个椅子里面，就坐在我的背上，就跟着我一起去拍摄的现场。当然现在他11岁了哈，他就背不动他了。对，最后我廖导，我已经说了太多感谢，我就不感谢你了，因为我还要感谢我的老我要感谢他。我们拥抱一下。谢谢今晚最温馨的画面。恭喜！再次的恭喜石门拿下今晚的最大奖，我们大家一起往前好吗？再一次的谢谢斌哥，还需要致辞吗？有。不会，各位相信，他是我见过的拍剧情长片的最小的组，最非常的迷你，大概总共几个？多的时候5个人，少的时候2个人，他们的 CP 值真大，这样，恭喜恭喜他们，谢谢，不好意思，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再次谢谢李安导演，我们一起往前好吗？谢谢主席斌哥，恭喜石门，各位，我们一起完成了金马奖的60岁寿宴，感谢各位，不管有得奖没得奖，你们都是最棒的。典礼只是一个晚上，不过热爱电影是一辈子的事情，大家说对不对？过了今晚，我们要继续加油，推开心中的石门，让